没有什么，只希望各位给他们一个赞停，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给孝金还有汉娜掌声鼓励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代表，太热情了。我们再说一次，各位大朋友小朋友，安全第一。还有呢，找人很辛苦，会很焦急，所以不要铁齿，请告诉你的朋友、你的小孩、你的妈妈、你的爸爸，等一下不见的时候走散的话，所有你要找不到妈妈、找不到爸爸、找不到男朋友、女朋友，通通都在舞台前方。张云哲小朋友，赶快到舞台前方，妈妈找你，好不好？还有陈先生，从他的皮包掉了，也麻烦到舞台前方，谢谢。等一下有10万多人，没有办那么多的国旗，大国旗、中国旗、小国旗，因为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——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对。小心小心，就所说的都是我们的。在之前，6月1号在台道，6月8号在花莲市，看到我们的乡亲从早上4点、5点、6点、7点、8点。6、7点啊，对，人潮是越来的越多，所以呢，一再的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，一定要把你身边的人或是我们的物品哦，都要随身保管好。如果你需要找人找东西，随时可以请我们的司仪来为大家服务。但是呢，最快能够让你们安心的是，随时可以告诉家人，万一我们要联系的时候，会在哪里做集结。哦，这样子呢，第一时间帮大家找到你要找的人，彼此都安心。好，这首先会场看到呢，一支最大的国旗，对不对？是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漂不漂亮？有国旗的地方，人民就有希望，对不对？是，台湾。有音乐，请下唱国歌，有的是国旗歌。好，我们就听我们的老师，老师现在不管是国歌还是国旗歌，都是陪着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一起成长。现在我们是听到什么音乐，我们就大